这是我买海鲜的这个海鲜店，这个海鲜店是北区最大的一个海鲜店。都是刚刚上来新鲜的鱼。Very romantic。哦，老外都非常非喜欢吃的 Very romantic 那种鱼。
如果你需要那个鱼骨头的话，跟他说鱼骨头他会给你。今天的人好多好多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。这边都卖，你看还有卖很多这个鱼头的鱼骨架。冷冻箱里面冻的都是冷冻食品。澳大利亚人不喜欢买冷冻的食品，他们都是买新鲜的。看看这些照片，今天买了一条大鱼和1公斤的这种虎头虾，然后还买了叫啥我叫不上来忘了，买了很多。